一楼房而已。哦，身后了，要报警吗？这是哪里？台湾大道二段西屯区。我记得之前拍的那些还不错吧？那个会输肯定那些黑肉吗？我不会，人家那么白，黑头发而已。身后了。要报警吗？这是哪里？台湾大道二段西屯区。一名驾驶停等红灯时，遭后方一辆黑车追撞，黑车撞上后还补了一下油门，让驾驶吓得飙出脏话。遭撞驾驶将影片分享至脸书，吸引不少网友留言。有网友发现黑车驾驶竟抱着小孩开车，甚至还在好天气开着雾灯，超级三宝的行径让网友们气得大骂：抱小孩开车真的太夸张了，又是个油门当刹车踩的天才，好天气还雾灯全开，就知道里面必定三宝。